新闻继续来看是嘉义县政府为着要来了解着各中小的学生健康的情形，对即日起是来展开着103学年度健康检查，对象包括公立国小一年级、四年级、公立的国中、七年级的新生含所属完全中学、高中一年级的新生，全县总共受检的人数总计有13000多人。嘉义县103学年度健康检查，自即日起至12月15日止，检查项目包括体格、代谢症候、目睭、头、颔仔骨、口腔、耳鼻喉、胸部、X 光、腹部、皮肤、脊髓刺激、生殖、尿液、血液检查等。另外，总胆固醇超过240以上，加做关节密度胆固醇检验。确实是我们嘉义县呢，幅员广大。但是呢，我们组成的一个医疗团队呢，来健检团队来承揽，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啊！我希望借由嘉义县王处长所带领的教育团队呢，给我们做这个6年来了，我们也秉持我们非常认真负责态度，希望来照顾这些小朋友。学生的健康检查是一年级、四年级还有七年级哈，就是高中一年哈。啊，包括咱管理的这个高中吼，高中囡啦吼，那这个是要做一个一连贯吼，一个追踪吼，追踪。相信咱有这个检查吼，咱家长会当放心吼。那如果呢有一挂需要矫正、需要去治疗的部分，拜托咱家长会当配合吼。总是咱这个囡仔健康是咱的资产吼。那读好册不如有一个好的健康吼。教育处表示，健康检查结果可提供学校健康教学以及健康促进议题的发展，充实学生健康知识，培养健康态度与行为，养成健康习惯。针对有异常症状的学生，将通知家长带子女至病院复检以及矫治，以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新闻新闻中央新闻报道人采访报道。